好累啊！好累啊！哪里哪里哪里轻松啊？今天啊，其实这是你们的日常哈，真的很累。根本这个是我们的经理人的那个职业培训的一档节目，并不是培训他们，好不好？太难了，太难了。就是我觉得虽然我们生生如夏花好像是要培养这些音乐主播，但是我觉得更像是培养我们这几个经理人。太培养了。对，我们要怎么样在这个过程之中慢慢一点一点去学，然后去理解这个职业。其实这是真的非常困难，而且我觉得这真的不是一个很容易的职业。他其实是一直在贡献自己的体力，还有运用自己的才华，去让很多人在他们忙碌、很辛苦、很累的时候，可以得到一点疗愈。所以，其实我是非常佩服他们的。我现在开始已经觉得我真的是他们的经理人了，嗯。